第121集。心底的深处却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告诉自己，这也许是我难得的机会。皇上，皇上，你小心点儿。张德海也是一脸的焦急。皇陵那边，奴才先前已经送去棉衣棉被给王爷了，想来……沈西瑶听了他的话，身子猛地一颤，面上恍惚淡退了一些，换上了怒色。谁让你自作主张的？他不愿做王爷，你献什么殷勤？张德海慌忙跪下。啊，皇上恕罪，皇上恕罪。实是皇陵那边禀告，入洞前王爷染了风寒，一直不见好。老奴这才。他一面说着，一面小心去着沈西瑶的神色。沈西瑶痛苦地闭上了眼睛。他不愿做王爷，朕却不能不念着手足之情。他睁开眼，仿佛不堪重负般的缓缓而沉重道：你方才说他风寒严重，想见朕一面，你立即派御医去治疗，治不好就不要回来。还有，朕不去见他。啊，奴才这就去。你跟他说，跟他说，朕想见的沈西鹤，是那个能上战场、能入朝堂的誉王，而不是病痛缠身的废人。奴才知道了。皇上，雪这么大，您不如在楼中休息，奴才让吕德全过来。你下去吧，朕一个人待一会儿。说着朝阁楼中走去。我一颗心稍稍放下一些，同时为着他与张德海的话揪紧了起来。如此听来，西鹤在皇陵的日子也是很难过，再加上他染了风寒，日渐严重，想见一见沈西瑶。我突然不敢想下去，如果他已病到想要见自己的兄长一面，那么就只有一种情况了。我的心底涌上无尽的担忧，好像海潮般卷袭了所有的情感。我立即放弃了这样一个能够与沈西瑶偶遇的机会。我不能，我也没有办法在知道西鹤重病的时候去要皇帝的宠爱。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彭岛瑶台，同样的病重，同样也是因我而起。可是这次我不会出现在沈西瑶的面前，我怕我的良心会谴责自己，不会原谅自己。毕竟如果不是我，西鹤还是他的亲贵亲王，还是手握重权的大将军，他还是皇帝最信赖的兄弟，而不是如今那个在皇陵受尽日晒雨淋、下属冬寒的罪人。可是我们又有什么错呢？一滴泪缓缓地流下，我几乎忍不住眼睛的酸胀，朝后退了退，尽量让自己隐得更深。我看到张德海的离开，盼着沈西瑶赶紧走进楼里，我就可以回到浣衣局，一心一意地做我的浣洗衣婢。等待年满25岁的时候，就会被放出宫去了。也许无欲无求地过完这一生是我最好的选择。仇恨我什么时候才能报呢？在雪地里站得久了，身子都冻僵了，脚上又麻又痒，身上感到一阵更甚一阵的寒意。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具冰雕，脚下是几乎本能的跺了跺，轻得连身边眉枝上的雪花都没有带落半片。什么人？一声厉喝响在耳边，我顿时僵在那里。只见沈西瑶的目光飘来。你？他的语气里有不可置信，
我立即跪在地上，头埋得低低的，不敢说话。我想，现在的我他应该是不会认出来，而隔了这样远的距离，隔了这么多的梅树，他也不可能认出我来。沈西游的声音里，那份怀疑与淡淡的期盼被风吹散去，只剩下他的声音，仿佛从另一个世界传来。我打了一个激灵，记忆深处的一个声音缓缓地浮上来。因为时间的久远，已经无法辨别，可是我没有时间去想。我的心随着他渐进的脚步声，似悬了吊桶般七上八下，一时间脑袋似乎也是被冻僵了，完全不知该如何反应。而事实上，跪在雪地里不说话，做出一副畏缩宫女的模样，也是此时唯一合情合理的应对了。你是何人？他的声音压抑的平静。奴婢是浣衣局的宫女。浣衣局？低等宫人怎能在此？沈西瑶的声音中透了怀疑。奴婢听说这里有白梅，很是好奇，还请皇上恕罪。我连连磕头，额头触在雪地上并不觉得疼，只有那寒意渗进骨子里。沈西瑶没有理会我，他的脚步在不远处停下，我听到他梦一般的呓语。咦，这是什么？我微微抬了头，他正停在亭子旁，因无人在身边，他的周身落满了雪花，在这漫天大雪中有种说不出的萧索。而那比记忆中瘦了许多的身子，也在这满天的灰白之中如一张薄薄的剪纸，没有了君王的稳重高大，却只剩下孤寂。雪虐浩然，花中气，高肩过时飘，更起帘。这是诗。沈西瑶站在雪地里研究了半天，想来大雪将方才我写下的那首诗覆盖了大半，沈西瑶似在极力地辨别着，我只能这样跪在雪地里。寒冷从膝盖一点点侵上来，而我已经冻得麻木，失去了感觉，只知道浑身都在不自主地打颤，身上落满了雪花，早已湿透的衣服结起了冰花，我甚至能看到睫毛上的霜花，觉得自己掉进了冰窟窿里，身体逐渐动弹不得。这是你写的？沈西瑶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我张了张口，声音嘶哑的，连自己都是吓了一大跳。皇上明鉴，奴婢不识字。可惜了，该是首好诗。沈西瑶没有再看我，也没有叫我起来。你？他正要说什么，院门外传来一个动听的女声，那声音里充满了焦急、惊讶与担忧。皇上，你怎么站在雪地里呀？这声音我熟悉，不用去看也知道是怡昭容。沈西瑶的声音柔和了些许。昭容怎么来了？这么大雪，你出来做什么？怡昭容的声音软糯如蜜糖，温柔如娇花。上次皇上夸奖臣妾做的荷花粥，臣妾今日得了鲜荷花，便又煮了一次，想着送去给皇上。昭容有心了。沈西瑶的声音虽也是温和，但是我却觉得他的声音如这漫天冰雪一般，没有什么温度。臣妾去了养心殿，正巧遇到张总管，便走快了几步。怡昭容的笑容极美，似是一汪春水。皇上怎么不打伞？说着将手中的伞遮在沈萧的头顶，沈萧轻轻地拉了他一把，将他带到自己的身边。昭容也要小心，不要着凉。这是？怡昭容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，我赶紧垂下眼。一个宫女。赶紧下去吧，这里可不是宫女来的地方。
他一向是善良的，这次也不例外，只是他忘记了沈西瑶还没有发话，也许他这次不会介意，但是谁又能知道下一次呢？谢皇上，谢娘娘。我的声音几乎是发不出声音来，潜意识地告诉自己，如果我再待在这里，也许明日就会被扔到乱葬岗上。皇上，赶紧回去吧，这雪只怕要更大呢。姨昭容不再理会我，挽着沈西瑶的臂膀朝院外走去。我几乎是强打起精神，看着他二人与一众太监宫女消失，这才扶着树干吃力而缓慢地站了起来。膝盖因在雪地里跪得久了，已经完全不听使唤，我费了很大的劲儿，忍受着那痛麻的感觉，眼里几乎涌出泪来，才好不容易站直身子。可是在站直的一刹那，我只是觉得仿佛被人重击了头，一阵强烈的眩晕令我差一点再次倒在地上，剧烈的头痛让我有以讹触墙的冲动，心跳得很厉害，我大口地喘着气，因冻透了，脚下挪不动，身子僵硬得不像话，而五脏六腑也似是被冻坏了，胃里空得厉害，以至于一阵反胃突然涌上，我几乎是控制不住地对着墙角干呕，坏了这样的美景与意境。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，由南音播讲的《离皇》。大约过了半个时辰，我的身体终于缓了过来一些，拖着无力的双腿慢慢地向回走去。天将将黑时，我终于看到了浣衣局的大门，那一刻那扇陈旧的大门几乎令我热泪盈眶，我只知道走进去至少能有一碗热水暖暖身子。雪小了很多，几个浣衣婢站在屋檐下闲谈，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失聪了，只看到他们一张一合的嘴，却听不到任何的声音。谢娘，你怎么了？小荣也在人群中，他突然发现依在门口的我，唤了一声飞奔而来，我连笑容都强作不出，此时看到他小小的身子就像是看到救命稻草一般，脚下也是添了分力气，踉跄着朝他走去。谢娘，你去哪儿了呀？哎呀，你衣服怎么都是冰啊？啊，快进屋。哎呦天哪，你浑身都是冰的。小荣惊呼着，他的声音响在我的耳边，我只是觉得刺耳而心乱。我想睡一会儿。我的声音嘶哑令小龙吓了一跳，他小心地扶着我，在我耳边低声说，我扶你进去。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？不是说今天就待在屋子里了吗？我还说这么大的雪去看梅花呢，还真不如你待在屋子里。我艰难地摇摇头，一句话也不想说。小龙帮我换了身干衣，又扶着我躺下盖好了被子，这才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。不久他端来一碗热米粥，一口口喂进我的口中，滚烫的粥落在胃里，我抖了抖，只是觉得胃疼得厉害，嗓子也像着了火般生疼，凭着意志吃下了小半碗，只是觉得张口都是令人疲惫不堪，眼睛睁不开，无力摆摆手躺回枕头上。这一觉仿佛睡了很久很久，黑暗中我听到有一个声音，由远及近，一声紧似一声，在叫我的名字。凌雪薇，凌雪薇。脚下突然出现了一条路，两边是无限的深渊，只有前方有一道微弱的光。我迟疑地迈出了脚步，只是觉得浑身的不适都消失了，那些疼痛、疲倦、煎熬还有饥饿全都不在了，浑身的每一个毛孔都是放松的，每一步都似踏在最松软的毯子上，又似踩在鲜花中，
只觉得没有一处不舒服，没有一处不惬意，所有的烦恼忧虑都不再影响我，一生里从未有过这样的舒爽时刻。那个声音带了无限的诱惑，仿佛是母亲温柔的说话，又如同父亲慈爱的呼唤：威尔，威尔，来，到这里来，到这里来。再迈出一步，周身似是开出了鲜花来，充满了芬芳甜蜜。冥冥中我觉得，只要顺着这条路走下去，就能到达一个花香满园、没有烦恼、没有忧愁的世界。身体几乎是不受控制地向前走着，可是心底却有隐隐的不安，总是觉得自己忘记了什么，身后还有我眷恋的东西。我回了头，那里是漆黑一片，好似有怪兽的眼睛在深处盯着我，我觉得汗毛都是竖了起来，忙转过头，打算走上那条宽阔舒适的大道。不要。谁的声音，熟悉又陌生，在耳畔响起。不要去。这是沈西游的声音。我的心里疑惑着，不完全像，难道是西鹤的声音吗？可又不真切。我茫然地回头看着那黑暗的虚空，是谁？是谁在呼唤我？别走，回来。一瞬间，竹林里那个身影，大火里那个背影，垂柳下的那个男子，长河边轿子里那个人，一下子涌进了我的脑海。这是多久之前的事了？我几乎已经忘记了那些曾经，忘记了那个存封在心底的人。是你在呼唤我吗，西鹤？还是……我突然的打了一个激灵，难道沈西瑶？我茫然的转过身，望着那一团如九幽深渊的黑暗，脚下迈了出去。走回头路并不如之前那边舒服，我只是觉得抬脚都是艰难，每一步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，浑身的不适如潮水般涌来，比之前更让人难以忍受，浑身的疼痛几乎侵入骨髓，一点点压榨着我脆弱的神经，挑战忍受的极限。四周似是布满了荆棘，踏上这条路就会被撕扯到粉身碎骨。回头，身后是那条一马平川的宽阔大道，没有疼痛，没有煎熬，没有饥饿，没有令人无法忍受的一切。威尔，威尔，来，来。是父亲慈爱的呼唤，有那么一刹那，我几乎想朝那里狂奔而去。不要去，回来，回来。一个声音响起来，充满了焦急，甚至带了怒气。我突然怕起来，那份怒气分明是沈西瑶的。君王的雷霆一怒，必有苍生血流成河。我缩缩肩膀，眷恋地看着身后那条大道，心中犹豫。威尔，不要去。温柔的声音从黑暗的虚空中传来。威尔，回来，我在这里等你。